时间。三只小猪独自在家。一大早，太阳公公刚刚探出头来，猪妈妈就站在屋子里叫三只小猪起床。老大，老二，老三。听到猪妈妈的喊声，老三推门进来。看见老三一个人进来，猪妈妈很奇怪，你的两个哥哥呢？老三看了一眼卧室，对妈妈说，他们还在睡懒觉呢。猪妈妈叹了一口气，老三呐，妈妈要出门，你们三兄弟可要好好看家呀，别到处乱跑。老三很懂事地对妈妈说，妈妈您就放心吧。过了一会儿，猪妈妈就提着篮子出门去了。见妈妈走了，老大老二可高兴坏了。哇，妈妈终于出门了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妈妈不在家，咱们可以玩个痛快。突然老二眼睛一亮，觉得老大的衣服有点奇怪。咦，大哥，你的衣服怎么这么短呢？老二只顾笑了，没注意到自己的衣服，刚一抬脚就扑通一声摔倒了。看着大哥二哥好玩的样子，老三乐坏了。嘿嘿，你们肯定是把衣服穿错了。经老三这么一提醒，老大老二互相看了看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大哥，你穿的是我的衣服，你的衣服比我的长。就是你的衣服比我的短，穿起来真难受，快换过来吧。猪妈妈不在家，三只小猪可玩疯了。很快就到了中午，老大老二满头大汗地坐在地上，突然老大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。他揉了揉肚子，皱着眉头说，我饿了。老二老三的肚子也咕咕地叫了起来，三只小猪都饿了，有什么可吃的呢？他们东看看西看看，四处寻找。突然老二的目光停在了高高的柜顶上，原来那里有一筐苹果。老二高兴坏了，苹果，我们有苹果吃了。老大一听着急地问，苹果在哪儿呢？老二向柜子顶上指了指，三只小猪都看到了苹果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老大和老三高兴地欢呼起来。可他们又发愁了，这么高怎么够得着呢？还是老二聪明，他想了想说，我们三个比一比，谁的个子最高谁就去拿。于是三只小猪站在一起比一比，看看谁最高。老三说，大哥比二哥高，二哥比我高。哦，大哥最高，我最矮，二哥在中间。老三的话音刚落，老二就着急地说，大哥你最高，你去拿。老大很得意地说，看我的。老大站在地上，伸手使劲够了够，嘿，可柜子太高了，他又蹦又跳，还是够不着。见大哥够不着，老二又想了个办法。有了，大哥，你站在椅子上不就行了？三只小猪搬来一把椅子，老大吃力地爬上椅子，可是老大站在椅子上还是够不着。哎，
苹果放得实在太高了，怎么办呢？还是老二办法多，他又想出了一个主意。大哥，这样吧，你站到椅子背上，我和老三给你扶着椅子。老大一听觉得有道理，就爬到椅子背上。这回老大比柜子还高了。老大刚把苹果筐拿下来，老二就放开椅子去抢苹果，结果咣当一声，老大从椅子上摔下来，和老三滚作一团。老大拿起两个苹果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这个苹果大一些，我就吃这个。老三拿起那个最大的苹果说，这个比所有的都大，这个最大。老二看了看自己的苹果，很不高兴地说，这个比所有的都小，是最小的。老大老二见老三拿着的苹果最大，都想要。我是老大，我要最大的。我饿了好久了，我要吃最大的。说着说着就来抢老三手里的苹果。老三呢，死死地抱着那个大苹果说，我觉得妈妈最辛苦，我们应该把最大的苹果留给妈妈。听老三这么一说呀，老大老二都不好意思了。儿歌时间。三只小猪比高矮，小猪兄弟排排队，谁高谁矮比一比，老大要比老二高，老二要比老三高，谁高谁矮要分清，最高最高是老大，最矮最矮是老三，不高不矮是老二。再来一遍。小猪兄弟排排队，谁高谁矮比一比，老大要比老二高，老二要比老三高，谁高谁矮要分清，最高最高是老大，最矮最矮是老三，不高不矮是老二。知识讲解。小朋友想想看，今天我们学到了些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看。一大早猪妈妈就出门去了，老大和老二看见妈妈走了可高兴了，急急忙忙跑出来，结果连衣服都穿错了。老二的衣服短，老大的衣服长，老二的衣服穿在老大身上掉得高高的，老大的衣服穿在老二身上都踩到脚底了。三只小猪一直玩到中午，他们又累又饿，吃点什么呢？啊，柜顶上有一筐苹果，就吃苹果吧。苹果在高高的柜子顶上，谁去拿呢？老二出了个主意，比比谁最高，谁最高谁就去拿。老大比老二高，老二比老三高，哈哈，老大最高，老三最矮，老二在中间，就由老大去拿苹果吧。可是啊，柜顶实在是太高了，个儿最高的老大跳起来都够不着，怎么办呢？还是老二给点子多，先让老大站在椅子上，后来又让他站在椅子背上。老大站在椅子上比站在地面上高，站在椅子背上又比站在椅子上高，老大站在椅子背上比
比柜顶都高了，终于把苹果拿下来了。筐里一共有五个苹果，有一个苹果比其他四个都大，是最大的，有一个苹果比其他四个都小，是最小的。老大老二都想要最大的苹果，还是老三最乖，他认为妈妈很辛苦，最大的应该留给妈妈。小朋友，你在吃水果的时候会把最大的留给妈妈吗？